台东阿美族的，我刚刚唱的是阿美族语哈。这边后面的都是我们部落的弟弟，阿美族的年轻人。未满18岁，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。然后大家印象中的原住民都是，可能都唱传统歌、跳传统舞的。我们一样都背负着很多的刻板印象，但我今天带来的就是，我要我们部落的年轻人融入社会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社会表现我们自己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虽然唱母语，我们有自己的风格的舞蹈，怕你们会误会我们是菲律宾人呢、啊，所以我还是讲国语比较好。然后，我觉得文化就是这样，互相彼此认识是一件很美好的开始。我想要教大家讲阿美族的话。这句话可能对你们很实用。你会讲我爱你，对不对？英文的会讲吧 ？I love you。你们英文程度应该哈？英文的我爱你怎么说？哎，今天有日本朋友，日本的日文怎么说？阿美族语的会讲吗？不会哦，可是用得到吧？我教你们，很简单，一起学好吗？阿美族的我爱你叫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，很简单，一起学啊，马乌拉海嘎古迪苏阿难。你有开口就代表你想学，好不好？文化就是这样子，一种学习。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。嘎固，嘎固，嘎固就是我。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，你这就是你的最高级，所以连在一起就是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。不一样，就是一起学好不好？好。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，嘎固，嘎固，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，马乌拉海，马乌拉海，嘎固，嘎固，迪苏阿难，迪苏阿难，连在一起哦。马乌拉海，嘎固，迪苏阿难，马乌拉海，嘎固，迪苏阿难。会了哈，等一下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你们学会了以后，你碰到你不敢表白的对象的时候，你可以讲这句。反正他也听不懂，可是你已经表达完了，懂吗？好，带来这首《马乌拉海嘎固迪苏阿难》，我爱你。Bye.
其实都被我打倒了，现在我一个人上来了。哎，淑明你好。后来想来今天的同志大游行呢，我第一次参加，第一次，谢谢你们来，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事情。我是原住民，可是我一直到二十几岁，我的身份证才看到我自己原住民的名字放在上面。但是到现在，我也更希望，如果你们期待你们心爱的人也出现在身份证的配偶栏的话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立刻代替台下所有的男同志们，又要来帮忙抱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，请这边给我一个拥抱好吗？很矮耶！当主持人太好了，我好喜欢这一段主持哦。我后面还有十八岁的，要不要？哎，来，发特上来，等等，发特，全部抱起来。数到三，发现一二三，发现啊，我好幸福哦，我真的没有遗憾了。那请问一下，署名等一下带来什么歌？我流汗了。下一首歌，把妹的时候可以用，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，美少女送给所有的姐妹兄弟们，《改油印》。美少女就是我嘛，美少女，谢谢，谢谢署名，后来美少女。
命，谢谢苏命。